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辣椒足球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辣椒目前共推四连红啦，更多推荐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第二场分析，欧联杯霍芬海姆对战贝尔格莱德红星。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霍芬海姆上轮联赛主场0-1不敌多特蒙德，目前遭遇两连败，本赛季防守端发挥欠佳，近五场正赛场场都有失球记录。客队贝尔格莱德红星是塞尔维亚超级联赛的强队，目前联赛取得10胜1平，保持不败，新赛季表现出色，整体状态不俗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一球，两队此前并未有过交手，分析时间较早，变化比较大，可能会对结果有所影响，请谨慎参考。本场推荐红星加1.25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滑着滑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